大家好，我是肉肉徐子英。听说大家发起了一个话题，叫做教徐子英 wink， 所以我今天来学习观摩一下。Sir， 我偶是位男生。Cool。哎，就是他在炫技，就是那种，就是想要表现自己，就是想要表达自己这一部分肌肉控制特别好。就是有一种 PPT 的感觉，我有点怀疑是在合成，就是面部表情都，就是这些地方都没有动，但是只有这边眨了眼，但是好厉害，我缺的就是这个技巧，他这边的肌肉控制真的很好。但是，哎，不是说好的是教学吗？为什么没有人教？就是具体的哦，他还有一张，这个有一点点犯规，他第二张他把右眼遮住了，我也行，我把它遮住，我这样，我对着镜子拍，我这样一下是不是也wink了？啊，这位同学人中真的好好看啊，我羡慕你。就是你们能不能教一下学？就是这位同学，你的肌肉控制的这么好，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怎么控制它的？下一个呢？里尔摩雪啊，这位同学 ，I know you， 我是不是给你打过电话？在那个节目里面，看我单双眼皮切换绝技（括弧有点中二）。本来不想发视频的，但是努力为了被肉肉翻牌，我这么努力，你忍心不翻牌，所以我翻了。哦，他左右眼都可以 wink， 电到了。好，我们再学习一下，把这个放。哦，为什么他们都会做这个？他可会撒娇了，这帮人好会撒娇了。他先左眼问一个，再右眼问一个，再一下。短裙说：“就是头发有点乱，我想给你顺一下。”然后下一个是木头蛙六六六。哦，这位同学有个 V， 好厉害。Wink 有点难，有点为难一个面瘫啊。怎么结巴了呢？我也想问徐子一样的问题，你们是咋做到一眼睛闭着一个眼睛睁着，还那么不狰狞呢？很可爱。那他跟我有一个情况，这位同学嘴巴用力，他跟我情况还不一样，我是这边用力，你看他wink的时候，他这边这样，他还是比我做的好的。这同学叫 Roder， 你给我的心心心，我终于有一个学习不会的技能了，这真的不油吗？昨晚熬夜打游戏，脸盘子水肿又暴痘，只能靠美颜拯救了大家，就从我去看。我就这么男女交错着看哈，就是有一种千里姻缘一线牵的感觉。就是各位单身的朋友们，来这个话题寻找你的伴侣吧，我也不乱拉郎配了，但是我真的觉得各位肉团们，就是这种颜值又都是年轻的男男女女，然后你说就是彼此互送球。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，送过桌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，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？这样一个话题，就怎么说呢？奇奇怪怪的，有一种恋爱的味道，真不错。今天呢，我的 wink 学习课程就暂时到此为止了。总结一下，就是大家就是会 wink 的同学仿佛在炫技，然后不会 wink 的同学呢，就大家都努力了，就是今天都深陷在了各位深深的人中里面。你们的人中怎么都那么好看？然后在这个话题里看到了很多俊男美女，就很快乐。希望你们能在这个话题里面找到你们的意中人。哦，不知道，弥漫着一股恋爱的气息，就是真的很合适，你知道吗？反正我是有心动了，就是有被电到，体会到了真正的 wink 的魅力，就是能让你的那种魅力。学习之好，谢谢大家对我的教学，我会，小徐会努力学习的。